我发错了，不好意思啊，发给另外一个人。没事没事，姐没事。来把女枪，女枪。男刀的话有点难搞，兄弟们。女枪还可以。没事，戴姐，你让我给你表演一下什么叫真正的实力，好吧？上一把只是15，真的。这一把我一定要让。他男刀，他妈抢我男刀，这个屌吗？赚回来。你最好。嗯。姐，我看看你到底能怎么做。前期30个打底，好吧？就前期我就杀30个打底。兄弟们，刚才那位水友没有在一分钟之内发屈服 ID 啊，所以说这一波抽奖我们重新抽了，还是一位水友啊，中奖的话一分钟之内发屈服 ID 啊，好吧。然后手机用户左边这张图已经给大家演示了，只需要扫描左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，很方便啊，好吧。很方便的，很方便的，大家只需要花10秒钟注册，然后以后每天都可以参与咱们直播间的之后抽奖，还是挺香的啊。就是一次注册终身受益啊！我上下路一直拉，长这样，真好看了，这么好看了，啊，这么清纯吗？靠了，奇了怪了，嗯，长这怪好看了的 ，OK。我跟助理说一下，等一下用我的号加你加那个中奖的水友啊，等一下。我又开了一波抽奖，你实时看那个时间，然后中奖的一瞬间加他们斗鱼好友，然后一分钟之内发屈服 ID， 超时无效啊。OK， 抽奖还有6分钟啊，扫描左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注册，好吧？这咱们的今天的第一个福利啊，今天第一个福利。还怪好看的。30秒到达战场，挺好看的，挺好看的，讲道理，挺可爱的，可爱的。杨帆，启航。旭呗，你再给你说一遍啊。姐，你又发过照片了。发给你了，你自己看看。哦，好，来，我看看。发过来看看。我看看。我蓝拿了，我就去杀人。行，你最好是真的。我拿个手杀给你翻倍，可以啊，可以，你做得到就行啊。嗯，不是你女枪玩中路可以吗，徐北？你玩女枪中路这么装啊？放心，发育，我这英雄打团很厉害，对线一般般，打团很强。加油，没关系，我帮你。你这把真的过争气一点，好吧？肯定给你争气，姐。除了火药以外，什么也没有。嗯姐怎么了？姐咋怎么了？这么稳健。你加把劲儿啊！你自己说的，这把拿一血，好吧？肯定拿一血。说出来什么话呀？急死了都快。等一下，我升个级。加油啊，旭呗！姐放心，先稳住，好好发育，发育起来的话能拿一血，反正这是你自己说的，好吧？算了。加油啊，旭呗！姐放心放心，我肯定会加油的，你放心好了，你不用说我都会加油的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好。我不会像他那样打假赛。我来下路拉人头了。嗯。啊，坏了。没有了，已经没有了。哎，姐杀他了，直都在说说说，就是做不到，我真不明白你在干什么。我得毙了。太自满。我来下午拉人头。回家。
放心好了，姐，放心。你倒是来呀！好好打了，哎呀，我真服了，你在那愣着干什么？看你这把玩个女枪，有点，我相信你，好吧？姐，你信我就完事了，好吧？嗯，好，相信你。不是，这怎么这么肉啊？你在干什么呀？哎，我太肉了呀！啊，自己老板保护不了啊？他他妈前期能？他玩男刀，我操！他把我男刀抢了，不让我这把玩男刀的，兄弟们，我是他狗了。保护不了啊！真他妈服了！不是，你看你老板是不是下头？我真疼啊！我再说一遍啊！我再说一遍，我要的是结果，我不看你过程，你别跟我说那么多。啊什么他已经单杀了，他已经拿到一个了。看来我姐喜欢二次元呢。了说白了，感觉喜欢二次元呢。哎呀，好狠！兄弟们，抽奖还有最后两分钟时间啊！弹幕免费抽这个福利啊！这现在抽的是一台华为 Mate 60，可以折现6000块钱啊！好吧。但是只要注册手游就可以免费白嫖啊，好吧，最后两分钟，刚才那位水友没有在一分钟之内发屈服 ID， 所以没办法发奖，这一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，好吧？我不想跟傻逼讲话呀。大家可以花10秒钟注册，以后每天可以参与我们直播间福利，基本上每天打底是发两三万的啊，只要玩这个游戏就可以免费参与啊。我挺好的呀，牛逼，徐飞又单杀了，你看到了吗？他又单杀了，你在干什么？咱们家一共两个头都是他拿的。走了，还行。你咋玩个女警这么厉害呀？最后一分钟时间啊，兄弟们。我感觉我捡到宝了，怎么办？服了，你玩个男刀打野。找机会啊！真是。他男刀打野刷野很伤前期。你找吧，你找到你死，好吧？我看你能找到机会吗？好机会，找得好。对面一直在控线，我找不到机会啊，他一直不压，没办法呀。那他为什么能单杀呢？下把男刀教学。他为什么能单杀？可以。你在干什么？运气好呗。OK， 没事。人不行，别怪路不平。那你就赶紧出滚。你运气不好呗，你完不成了，你干不了这个事儿呗，是吧？我兄弟们，我再多嘴一句啊，抽奖还有最后一分钟，兄弟们，千万不要等到中奖之后再注册啊，兄弟们，不然你中奖太可惜了。好吧，扫描左下方的二维码，只需要花2秒钟时间就可以注册了，很方便的，5秒钟。我现在还在发育呢，没装备我杀不了人呢。5秒钟就能注册，游戏不用下载的，在公众号里面玩很方便。我真服了，我真是不明白，哎呦，快别气你老板了！你开局就这么恶心我行吗？你怎么跟我说的？你说开局我拿人头呢，我拿30个给你看看，你在干什么啊？回家。你在干什么呀 ？OK， 等我发育一下，我绝对给你拿到人头。现在小心点，小心点。错了哥，错了哥，哥，你妈了个巴子！我等了你40分钟了。没事，故意送一个发对面点头侠，我等到了你单个人头啊，个位数啊。没事，这把呢？怎么着？要跟我玩个000呗，是吧？我在找机会呢。真他妈服了！你他妈是狗爪子呀！哇，这一把的话，对面这个皎月起来了，到时候切我挺容易切啊。有一说一。哦，那你自己得小心点。我必须得小心了。选个，我感觉你选个女枪挺那啥的，不过相信你好吧。姐，相信我就玩了，好吧。嗯，好。没事，你等我，等我6级，等我6级，我一定能杀，好吧？等我6级。好，对面点独享，送一个，没毛病的。正在加速。你等我6级，我一定能杀。哎，我们戴姐怎么不说话呢呀？我等着啊，我等着你啊，这是你自己说的啊，你自己说的，你要6级杀不了人，你自己杀他，好吧？啊，好，你最好是啊，加油！必杀谁呀？必杀谁呀？啊，真气！说的是谁呀？肯定是对面啊！走了。啊！我操！牛逼！真的，徐飞，
姐，我四个了。你怎么说啊？你怎么说？我还没六级呢，姐，你别急啊，我现在在升级呢。等等，又领先四个人，怎么回事啊？真没劲。哥们干啥呢？哎，我去。哎呀，五级打七级呗。你不是打不过啊，五级打七级呗，我感觉。哎，不是，我网怎么这么卡呀，我服了。哎，我网太卡了。哦，开始了网卡。那你直接别玩了，网这么卡你玩什么游戏啊？我给了你机会你就是这样回报我的是吗？争气啊，没，我网有点卡。你他妈给谁争气的？真的不争包子也争口气吧，你在干什么呀？啊，我刚才网卡了一下，你一直卡着吧，好吧，你就让我输呗，你就别让我赢啊！哎，他副天使还有八呀，这个，哇哦，哇哦，你在干什么？我他妈真不明白你在干什么。我当牛逼去呗，不愧是你啊！还行还行，各位五个了哟。慢慢来吧，慢慢来啊！到时候又看差了。有一双摄人心魄的眼睛。慢慢来。哎，真是。哇，皎月七个了，皎月七个头了。好人有好报。皎月七个头了，坏了。哎呀妈呀，这谁送的呀？皎月。扫把，感觉对面这个皎月一肥，我感觉得出个隐魔刀了。我觉得也是，你看着来吧，加油哈！好嘞，好嘞，姐，我来下了，我来下了。我相信你的，相信你的。姐，我来下了。哎呦，这样做的感觉。哥们，来下路呗，来来来，来让一下呗，来下路，能扛一下。哎，我扛一下伤害啊，哥们儿。哥们儿，喂。哥们儿，喂喂喂。哎呀，我。我救你，我救你，我救你！你打他呀！你打他呀，哥们儿！杀他呀！那我杀他了呀，哥们儿！你不杀我杀了！演我呀！没演你呀！哪里演你了？演话说的演你啥了呀？那你这还没叫演啊？姐，奶一口，奶一口，姐，奶一口，奶一口，奶一口，再奶一口，再奶一口，反打了！哎，玩的真的恶心啊你！怎么就恶心了呀？不，你让我的吗，哥们儿？哈哈哈！来，我是帅。拿捏了。除了抢人头，你还为啥呀？哎，哪里抢人头了呀？你这话说的我不乐意听了。你这话说的不乐意听了。这话说的也太难听了吧，真的是。太难听了。抢你人头了呀？怎么能说抢你头了？我们家虚位拿八个了呀。这话说的真的。哎呀。说的，你这话说的。十个人头你都抢了？没抢呢。都比行吗？他他妈太头了，你一个头没有，你在玩什么？我在看呢。你就是这么回报我？你看，好好好好，你看吧，啊，你看。是我一直在看他呢，那他一直抢我人头，我有什么办法呀？没抢呀，没抢。你还没抢，你还没抢，你还没抢。我没，哎，我来了，姐，我帮你。我操！操！啊，你还要怎么抢啊？他能不能拿到他人头？哎，一千块，帅气，帅气，一千到账，起飞！姐，勾引的好，勾引的好。我只能为你做这点贡献了，加油！你跑什么呢？啊，九个头了，你看不见啊？你看不见九个头了吗？啊，我他妈真。服了，哎呦！哎呀，我一直在，你真行，你他妈就这样死不掉回报我，哎呀，我操，吃屎去吧你！哎、你真的，一局两局三局，你还他妈这样？走了，我一直在努力着呢。姐，没事没事，姐，我去你下路，好啊、没事，你不用来我中路，你不用来我中，我去你下，没事没事。不是我真他妈难受，我。都在针对我啊！谁在针对你？你一个打野，谁对面针对你啥了呀？你看看你，你往对面脸上跑，对面不杀你？你看，你看，你先开大，看见没有？你这难道玩的？你看看你，你看看，你看看。人家说着你
你。你看看，恶心啊！我说着你就开始，你在干什么？你来我下路送，十个头，你来我下路送。他太狠了，打不动了。我操！我真是服了，哎呀，我操！哎呦，能不能玩了？能不能玩了？你他妈傻了呀！太厚了呀！对面 ADC 躲得太厚了，我怎么办嘛？你告诉我我怎么办？皎月干嘛呢？皎月，能跑吧？师妹，我没欺负你，他老盯着我干嘛呀？这皎月，我他妈服了。哎呀！啊！被恶心坏了，这么恶心吗？这皎月，我他妈才是被恶心坏了的那一个，好吗？没事，人家十一个头了，怎么着？你这一把又让我四倍呗？是吗？是又要让我四倍吗？啊？哦，这皎月啊。小戴代练，小戴练。没事，我相信你，好吧。好嘞。我感觉，但是我感觉你这把好像……好好好，杀的没有。十四分钟，人家就把我一塔推了，你又在干什么呢？啊？没有人头的男刀，你在做什么？不过没事，姐，我这英雄打团厉害。给我气笑了都，哥们儿，你是真会玩啊啊！你是真会玩是吧？别说我了呀。嗯。兄弟们别刷了，抽奖已经抽完了，这把打完再给他抽一个，他妈的一开始就说啊，姐我上来就刷三十个，别刷了，机器人别刷了，现在他妈人家十一个头啊，人家中路还玩的是 ADC， 你要是有那两把刷子你就好好给我打，你要是没有你他妈就别给我揽这个瓷器活。我操，伤害这么高吗？他说我去中路我也能杀呀，对不对？太恐怖了，我这伤害。大姐，他不是挺能演的吗？这不演的挺好的吗？大姐，你咋就说上他了呀？别这样啊！还怎么还有大呀？这个逼！你看你这男刀玩成这样，怎么还有大呀？你不百分之八，你不百分之八十的胜率吗？你这个东西你都不知道吗？十二个头了，十二个头了。哎，等等。是什么百分之八十胜率？不会是俄罗斯方块吧？哦、你他妈告诉我你要拿一血、那个、哦，那你拿了吗？你没有拿到，啊、然后你就告诉我减我六级，减我六级，洗澡，你他妈全我养呀！我你他妈凭什么跟我养呀？牛、哎、逼、啊！你有什么资格跟我养呀？十四个了，十四个了，还行。我他妈跟你说话你就听着得了，你跟我叫什么叫呀？是不是你自己说的没做到呀？还行、啊、还行，是不是你自己跟我说的你没做到？你说一级单杀、啊、你也没有单杀。你说六级，你说六级拿人头，你拿到了吗？也没有人头，你在干什么？对面就是恶心我，我有什么办法呢？又他妈是这句话，你能给我换点新鲜的吗？又他妈是这句话，你能换点新鲜的吗？我就问你，能换点新鲜的吗？我得守塔了。你也说对面恶心你，打着给你装定位了呢，怎么办呀？那确实我恶心我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怎么办啊，你看着我这下把难道给杀，你看我这把把那个我操哦，我看看两件，我也来看看。妈的，我真是服了，怎么给你打哇、哎、厉害呀、啊、我操，能不能玩啊这逼日女啊，我真服了，厉害呀、啊、ADC 啊，我操，出两把太棒了，厉害厉害厉害，姐黑打黑打，你他妈别送，姐不没必要送，没必要送。哎呀我去，我错人去了。哎，这个皎月他妈的就盯着我杀，你见不见呢？我太激动了。不是真的，刚才他一没闪他就死了，我跟你说啊。哦、他没闪他就死了。皎月他妈的有点烦了，这皎月。嗯。什么意思呀？你真的是让人打傻了吗？你出两把锯齿短臂是什么意思呀？啊？明着眼睛，没钱不出装备啊！我想，等等，我想一下，我这个人头啊，我得买个青羽了，不然那个日女打不动。没事，徐贝，你加点油啊！还差？姐没动力啊，六个，动力不是很足啊，讲道理，动力。那。哎我真服了，他妈对面怎么这么瘦啊，想要什么样的动力呢？哎你妈铁他妈恶心啊，有机会他妈三个人来打我一个，好好大姐完美，哇你这个大太漂亮了，三杀了，你看哇四杀四杀，我操四杀了，
完美完，我操！你这个大，咱俩配合的太好了。我服了呀！我也觉得。姐，你这辅助玩的太强了。坐牢。姐，上路有机会啊！嗯，我先去了啊。把五杀姐，五杀，五杀，我操！我真服了。五杀，第几个五杀了？怎么说？第一个五杀姐，第一个五杀。猜对了，各位。第一个五杀，第一个五杀。我、哦、操、哦！你这妈的，给我激动！姐，你这个大招配我的大招太完美了，真的。有了，这把舞台很大。我会保护好你的，加油。还差十一个，真的好恶心啊！对面一直针对我，怎么老是说人家恶心呢？你不也挺恶心的吗？恶心什么啊？好，恶心吗？好大！哎呦，漂亮，哎，漂亮呀！完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师姐，太好了！我真是吐了，哥呀，小野去干嘛呀？完美，二十一个头了。舞台很大，一个头了，你在干什么？姐，我这英雄打团老强了。你看，这不拿到人头了吗？这天使怎么不放大呀？这天使。二十分钟了，二十分钟，人家二十一个头，你在玩什么啊？一杠六。我刚拿到人头吗？怎么你一米六四呀？你个儿都没长是吗？啊？别急，我得回家抽个装备了。你看这不拿到了吗？哇塞，别急，慢慢来，回家相信我。还行还行，咋就拿到了、怎么就又死了呀、你真的，你电脑就是坏了，我跟你说是黑白的是吗？啊，你是电脑坏 了所以你才玩不出来是吧？我看你瘦的就挺窄的。你他妈别跟我说话了，真的我都想吐了，我一分钟我都不想看见你。真的他妈二十分钟，人家二十多个头，你呢？你一个头，我真是，哎呦，真的太恶心了，真的很恶心，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，恶心到家了，你知道吗？牛逼，徐飞，牛逼，打我来，牛逼，打我，哦，漂亮，抢到没有啊？哎，你根本这都能抢啊？这，不是你能不能别抢我人头了呀？啊，神经病吧你！真的，你怎么别抢我人头了呀？我怎么有点奇怪呀？什么叫抢你人头啊？这不是你那个 EQ 戳上去吗？你没抢到怪人呢？不是我先打的吗？人不行，别怪路过平。操，这天使给他大招了，给他一个大。有，难道玩这么厉害？哎呀！哎嘿嘿。笑坏了，真的好恶心啊！哎呀，天使怎么这么恶心啊？票，哎，我真的好难受、啊。这天使不给卡牌放大，别人打的好恶心。别难受啊，咱戴姐给你，你最恶心。那戴姐给你发大红包呢。哦，漂亮漂亮。别难受，我出黑切不让打不动人，妈的。我真的无语。难受不行了。哎，又无语了，你无语啥呀？你无语无语发。好好大姐，妈的，这么喜欢打我是吧？不是哥们，差不多就得了吧。漂亮，二十九个，我操！是吗？行，二十九个了，二十。啊，一直抢人头有意思吗你？有意思。哎，你这话说了，你在我们旁边吗？你真是的，还二十，还这也是抢你的吗？你这话说的，你真的是。给他说呗，他要说给他说呗，嘴长在他身上对吧，他不要脸了，那没办法，那我就乐意说怎么了啊，我就乐意说呗，没人你不说，你说呗，行行行，你说嘛，你不要脸你说呗，你想怎么说怎么说对吧，你说啥说啥是吧，我那我想说啥也说啥不是，啊，出个啥，是是是，你想说啥给你，那我给你长点自信啊，要不然你这都你看你只要我拿了人头就是好的开始，姐送你玩儿了，相信我。哎，你看，行行行，拿到了吗？他妈的二十三分钟了，你跟我说好的开始，人家还有一个五杀，人家二十九个头，你四个头，现在了啊？磕撞树了，你知道拐了啊？是怎么回事？孩子死了，你知道来奶了是吧？啊？你现在跟我说你努力，你开局干什么去了？啊？上呀！
不是他这样子给你送啊、哎、我真服了。来来来，这个呢？来来来，哎，啊，你看，又给我送一个。哎呀，跑什么？怎么着？你害怕呀？承让了，承让了，承让。又送一个，怎么办呢？很烦。他技能比我长，他技能比我长，他是长手短手啊，姐。那我怎么杀他呀？我寻思你玩的不是刺客呢，怎么说起我们家续杯中单 ADC 了呀？这 ADC 和你哪有可比性啊？你可是刺客呢。总不能指望我们家续杯。我来喽，姐，我来了。在这玩刺客吧。一个 Q 玩的 ADC 呀、啊。一个 Q 带走一个 Q。好吧，你多发育一下。二十。看你真是。一个 Q， 姐，一个 Q， 一个 Q 秒人现在。一个 Q。我看看啊。姐，你可以，没事，你送。四个头了，就说怎么着的吧，34个头了。没事。34个头了，你听得到吧？啊，你耳朵聋啊？啊？你是谁呢？啊？我操！等等，喜欢杀我。34个头，好像喜欢杀我。好像是36个头。哎呀，这剧情又双杀了，人家又开花了，你呢？啊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你在野区溜达什么呢？你在，我问你话呢，你在溜达什么？啊？我在发育啊，姐。我他妈真服了，哎呦！减速大招，你他妈用脚玩的？你是不是在用脚玩啊？啊，37，减37个了啊。还差十三个，加把劲儿。OK， 放心。真的，我真服了。好的，我他妈，哎呦，漂亮！天使的大太变态了，太变态了。你是收钱了吧？你收钱了，你就直接跟我说行吗？啊，你别这样折磨我，真的，你别这样折磨我。人家37个头，你别在这啊了，我说话你能闭嘴吗？我收谁的钱了啊？我收谁的钱了？你话说清楚好不好？对啊，收谁的钱呀、啊，戴姐？收谁的钱了？啊？收钱了吗？戴姐，哥们儿收钱了吗？收谁的钱了？戴姐，我收谁的钱啊？你说收谁的钱？你说清楚呀！你真是的。姐，我没蓝了，我蓝没了。你怎么回事？你不清楚是吧？那我觉得你说话还是好一点吧，别忘了。我怎么跟你说话好一点啊？你他妈打成这个 B 战绩，你让我怎么说话好一点啊？我他妈输了40万，你让我跟你说话好一点啊？啊？那对面一直针对我，我有什么办法呢？对不对？机会。怎么不针对别人呢？你他妈身上有金子呀？啊？你镶金边儿啊？啊？你从里到外都是金的，人家就针对你啊？啊？对呀，那我有什么办法？都说了，戴姐。这坏事做多了，这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了吗？我操，有机会！好恶心，他们一直在针对我，这玩什么东西啊？我真服了！机会来喽！哎呦我去！我看，等一下，我操，牛逼！哎呦，差点五杀了！我操！没事，40个头了，看我还有经验哈，知道吗？有些人，我操，他妈的翻倍了，你知不知道呀？你他妈在玩钩子呀？你除了死就是死。你真的，你现实你也去死一死吧，你别活着了，你活着有什么用呢？别活着了，浪费空气死，浪费土地，压力好大呀、啊，这老板。浪费人民币，你哥们儿，你呢？哥们儿，这压力有点大了，真的。哎呀，不是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轮得到你插嘴吗？压力好大呀，真的，那好，压力有点大了。是我压力好大，压力好大嘞。有，这宝怎么又有大？哎，还不让别人有大了？服了，这个 B 天使是一直有大吗？还在送啊！我真是不明白啊！天使我真他妈恶心死了，打的好烦啊！真的很恶心，真的。哎呦，哎呦，我跟你说，可把我笑死了。说人头可以，但是不要说话难太难听了，好不好啊？我也在努力呢。大家都不想撕破脸皮，我还花钱了呢，我需要你努力吗？我他妈要的是你努力吗？我要的是你给我做到，我要的是你他妈自己说的好吗？开局的时候是你自己说的，你他妈像条狗一样的求着我说，姐你给我一次机会，我这次肯定赢，我开局我就拿30个头，是他妈谁说的啊？是狗说的呀？好了好不好？对对对，我是狗是吧？
夸张。哎呀，又是四杀，你们看看呀，又是四杀啊，四十五个头了。那我不也在努力吗？我有什么办法呢？啊，我有什么办法呢？我不也在努力吗？那你那八神圣女，你那八神圣女北北咋的四个头啊？哦，十一杠四啊，看错了，不好意思。恶心，真的。姐不用动兵线，姐没必要动，姐不用动兵线，啊，嗯，没必要清兵线。谁恶心啊？不是戴姐，你一直说我，我也没状态呀，啊。不能介绍自己呀，啊。我说谁恶心跟你有关系吗？啊？我说你了吗？你怎么这么喜欢捡骂呀？我真的是服了。我好奇的嘛。那我也没说其他的呀，我还有大吗？我都忘了。想问一下吧，你告诉我算了呗。那这怎么办呢？那我们家徐贝不也四十七个头了，是吧？你去抢啊，你抢到头也行啊。哎呦，这个时候，啊，怎么奇迹行者还在刷野，还刷呢，哥们儿？这不拿到人头了吗？你别说我了，行不行？半天剑终于拿到一个，怎么着？我还要给你，我给你开个香槟呗，我鼓励你呗。四十七个头，你五个头，你拿到一个头，你还骄傲上了？别说了，戴姐，你真的可以给他开个香槟。嗨，看你这个多努力。开炮，来。Okay, 他两个加油，徐北。好好好，姐放心。放一万个心，必须得好好打。哎呀，你一直说我的越级，我一级我就杀不到人，而且对面一直在针对我。你告诉我，你让我怎么去杀他啊？你让我怎么去杀他？针对你了，对不对？瞎说，没看到对面针对你啊？啊，这不杀了吗？啊，对不对？这不杀了吗？啥时候针对你了？一直在叫，有意思吗？有意思吗？有意思吗？来。我操，这两个拿了就五十了。哇，这个人好肉啊，哎，我黑切出了都打不动。